很小啊，大的也放不下，然后放这种小沙发。这个就感觉跟我们那个棚子里面那个差不多。哎呀怎么啦？鞋子掉进去了，来8公斤。鞋哎呀，刚刚老鼠坐在那里舍不得走了，感觉它爬在那里想睡觉一样，舒不舒服？这个舒不舒服？这个追，因为我们这边要烤火，要安天然气烤火炉，这里属于做了一个气管。我们两个今天晚上就睡这里好不好？嗯，好不好？嗯，好啊。这个床比那个沙发先买一段时间，放在这里有灰尘的，给它擦一下。这个床说实话那时候买的还是挺实惠的，才1000多块钱，这个床还是挺舒服的。来躺一下吧，躺一下，来睡一下，然后两个去睡这里好不好？哎，歇一下吧，妈妈，歇一下，给妈妈，歇一下，乖乖。啊，舒不舒服？舒服。舒服啊？你睡哪里？你要睡那个小床，你的床在那里，那个小火床。哦，你要睡这里啊？我才睡这里，睡那边好不好？妈妈。哦，妈妈睡这里。妞妞这个床比我那个床要贵一半，因为买的时候那是说他这个床没有什么甲醇嘛，所以说小孩子东西还是还好一点。妈妈，这是姐姐的。妈妈，我姐质量是挺好的。她说这个床垫终身质保，有任何质量问题，睡塌了、睡坏了都可以包换。我觉得这个态度服务蛮好的，因为她说买一张床嘛，她终身置换就是这样子。哎呀，舒服是不是？今天晚上就住这里，行不行？床也到了，沙发也到了，电视没有，大舅舅，下一步就是买电视了，好不好？大舅舅，大舅舅，现在沙发也齐了，床也齐了，现在就是差那个电视了，还有厨房这些没有。一呀，安满姨，呀，想不想去新房子啊？哦，居呀，我说居呀，居呀，我居呀，居哪里？爸爸，你爸爸你不能底下上来下来，别上面站了啊，把鞋子穿好，爸爸。哎，穿鞋，来，鞋子呢？鞋子去哪里了？